佛顶首楞严经，炉香赞。炉香乍热，法界蒙熏，楞严海会悉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音，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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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首楞严经卷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世罗伐城其环经舍，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皆是无漏大阿罗汉。佛子住持善超诸友，能于国土成就威仪。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弘泛三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越诸尘累。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居迟罗，富楼那尼多罗尼子，须菩提，优波尼沙陀等，而为上首。复有无量辟支无学，并其初心，同来佛所，主诸比丘修下自字。十方菩萨资觉心仪，亲奉慈言，将求密意。即时如来夫作宴安，为诸会中宣示深奥，法言轻重，得未曾有。嘉林仙音遍十方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文殊师利而为上首。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会日迎斋，请佛公义，自迎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兼附亲言诸大菩萨。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泛僧，祝佛来应。佛敕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唯有阿难先受别请，远游未还，不遑僧赐。既无上座及阿舍离，途中独归，其日无供。即时阿难执持印契，于所游城次第寻起，心中初求，最后谈悦，以为斋主。无问敬会，刹利尊姓及旃陀罗方行等词，不择为见，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阿难已知如来世尊，喝须菩提及大迦舍，为阿罗汉，心不均平，亲仰如来开阐无遮，度诸一棒，金笔成黄，徐步郭门，严整威仪，速功斋法。尔时阿难因起十次经历淫事，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梭皮迦罗先犯天咒，摄入淫席，淫功腐魔，将毁戒体。如来之笔淫术所加，斋必玄归。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于时世尊顶放白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跏趺坐，宣说神咒，敕文殊师利将咒往护。恶咒消灭，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所。阿难见佛顶礼悲泣，
恨吾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立，因行其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于是复有恒沙菩萨及诸十方大阿罗汉辟支佛等具愿乐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尔时世尊在大众中梳金色髀，摩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横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汝今谛听。阿难顶礼福受此旨。佛告阿难，如我同气情君天伦，当初发心于我法中见何圣相，顿舍世间深重恩爱。阿难薄佛，我见如来三十二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常自思维，此相非是欲爱所生，何以故？欲气粗浊，心骚交媾，脓血杂乱，不能发生圣境妙明紫金光聚，是以可养从佛剃落。佛言：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汝今预言无上菩提真发明性，应当执心酬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执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中间永无诸伪趋向。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源于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谁为爱乐？阿难薄佛言：世尊，如是爱乐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爱乐，故我发心愿舍生死。佛告阿难，如汝所说真所爱乐因于心目，若不是知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服尘劳。譬如国王为贼所侵，发兵讨除，士兵要当知贼所在，使汝流转心目为救。吾今问汝，为心与目今何所在？阿难薄佛言：世尊，一切世间十种一生同将世心居在身内，纵观如来青莲花眼亦在佛面，我今观此福根四尘知在我面，如是世心实居身内。佛告阿难，汝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阁清净讲堂在己孤园，今其陀林实在堂外。阿难，汝今堂中先何所见？世尊，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主林园。阿难，汝主林园因何有见？世尊，此大讲堂互有开豁，故我在堂得远瞻见。佛告阿难，如汝所言身在讲堂互有开豁，原主灵园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者。阿难答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玄，无有是处。阿难，汝亦如是，汝知心灵一切明了，若汝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尔时先何了知内身？佛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爪声法掌筋转脉摇，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内知，云何之外？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
住在身内，无有是处。阿难起手而薄佛言：我闻如来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实居身外，所以者何？譬如灯光燃于室中，室灯必能先照室内，从其室门，后及庭际。一切众生不见身中，独见身外，亦如灯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是亦必明，将无所获，同佛了义，得无妄也。佛告阿难：世诸比丘是来从我室罗伐城寻起团食，归其陀林，我已速斋。汝观比丘一人食食，诸人饱否？阿难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诸比丘虽阿罗汉，趋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众饱？佛告阿难：若汝绝了知见之心，实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干，则心所知，身不能觉；觉在身际，心不能知。我今视汝兜罗绵首，如眼见时，心分别否？阿难答言：如是，世尊。佛告阿难：若相知者，云何在外？是故应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无有是处。阿难薄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见内故，不居身内，身心相知，不相离故，不在身外。我今思维知在一处。佛言：处今何在？阿难言：此了之心，既不知内而能见外，如我思忖潜伏根里，犹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两眼，虽有物合而不留爱，彼根随见随即分别。然我觉了能知之心，不见内者为在根故，分明主外无障碍者前根内故。佛告阿难：如汝所言，前根内者犹如琉璃，彼人当以琉璃龙眼当见山河，见琉璃否？如是，世尊。世人当以琉璃龙眼实见琉璃。佛告阿难：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当见山河，何不见眼？若见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随。若不能见，云何说言？此了之心潜在根内，如琉璃合。是故因知汝言绝了能知之心，潜伏根里，如琉璃合，无有是处。阿难薄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维，是众生身腑脏在中，窍穴居外，有脏则暗，有窍则明。今我对佛开眼见明，名为见外；闭眼见暗，名为见内，是亦云何？佛告阿难：汝当闭眼见暗之时，此暗境界唯与眼对，唯不对眼。若与眼对，暗在眼前，云何成内？若成内者，居暗室中，无日月灯，此室暗中皆汝交辅。若不对者，云何成见？若离外见，内对所成，合眼见暗，名为身中。开眼见明，何不见面？若不见面，内对不成。见面若成，此了之心，即于眼根，乃在虚空，何成在内？若在虚空，自非如体，即应如来。今见汝面，亦是汝身。汝言已知，身何非觉？必汝直言，身言两觉，应有二知，即汝一身，应成两佛。是故应知，汝言见暗，明见内者，无有是处。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由心生故，种种法生；由法生故，种种心生。
我今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随所何处，心则随有，亦非内外中间三处。佛告阿难，汝今说言有法生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所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尘合，是亦不然。若有体者，如汝以手刺至其体，汝所知心为腹内出，为从外入。若腹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合见面。阿难言：见是其眼，心之非眼，唯见非意。佛言：若眼能见，汝在室中门能见否？则诸已死，尚有眼存，应皆见物。若见物者，云何名死？阿难，又汝绝了能知之心，若必有体，为复一体，为有多体。今在汝身，为复片体，为不片体。若一体者，则汝以手至一之时，四之应绝。若贤绝者，至应无在。若自有所，则汝一体自不能成。若多体者，则成多人，合体为汝。若片体者，同前所至。若不片者，当汝触头，亦触其足，头有所觉，足应无知，今汝不然。是故应知，随所何处，心则随有，无有是处。阿难驳佛言：世尊，我亦闻佛与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亦言：心不在内，亦不在外。如我思维，内无所见，外不相知；内无知故，在内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异。今相知故，腹内无见，当在中间。佛言：汝言中间，终必不迷，非无所在。兼汝推中，中何为在？为腹在处，为当在身。若在身者，在边非中，在中同内。若在处者，唯有所表，唯无所表。无表同无，表则无定。何以故？如人以表，表为中实，东看则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阿难言：我所说中非此二种。如世尊言：眼色为缘，生于眼识，眼有分别，色尘无知，是生其中，则为心在。佛言：汝心若在根尘之中，此之心体为复兼二，为不兼二。若兼二者，物体杂乱，物非体之，成敌两立，云何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其无体性，中何为相？是故应知，当在中间，无有是处。阿难驳佛言：世尊，我习见佛与大目连、须菩提、富楼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转法轮，常言觉知分别心性，既不在内，亦不在外，不在中间，具无所在，一切无着，名之为心，则我无着，名为心否？佛告阿难：汝言觉知分别心性，具无在者，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相，名为一切。汝不着者，为在为无，无则同于龟毛兔角，云何不着？有不着者，不可名无。无相则无，非无则相，相有则在，云何无着？是故应知，一切无着，明觉之心，无有是处。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薄佛言：
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由是交连，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能折服梭提罗咒，未彼所转逆于淫舍，当由不知真迹所益，唯愿世尊大慈哀悯，开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诸产提灰泥立居，作事予以五体投地，及诸大众亲可侨住，亲闻是悔。尔时世尊从其面门放种种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如是十方微尘国土一时开现，佛之威神令诸世界合成一界，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诸大菩萨皆住本国合掌承听。佛告阿难，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业种自然，如恶差距，诸修行人不能得成无上菩提，乃至别成声闻缘觉，即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眷属，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乱修习，犹如主杀，欲成家传，众听尘劫，终不能得。云何二种？阿难，一者无始生死根本，则汝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性者；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则汝今者世心圆明，能生诸缘缘所宜者。由诸众生以此本名，虽终日行而不自觉，往入诸趣。阿难，汝今欲知奢摩他路，愿出生死，今复问汝，即时如来举金色臂，屈五轮指，欲阿难言，汝今见否？阿难言见。佛言，汝何所见？阿难言，我见如来举臂屈指为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将谁见？阿难言，我与大众同将眼见。佛告阿难，汝今答我，如来屈指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见，以何为心，当我全耀？阿难言，如来现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寻逐，其能推者，我将为心。佛言，堕。阿难，此非汝心。阿难决然，必作合掌，起立薄佛，此非我心，当名何等？佛告阿难，此事前尘虚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无始至于今生，认贼为子，失汝原常，故受轮转。阿难薄佛言，世尊，我佛宠弟，心爱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独供养如来，乃至遍历恒沙国土，成事诸佛及善知识，发大勇猛，行诸一切难行法事，皆用此心，纵令谤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发明不是心者，我乃无心，同诸土木，离此觉知，更无所有。云何如来说此非心？我识经部兼此大众，无不疑惑，唯垂大悲开示未悟。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欲令心入无生法忍，于狮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如来常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尘，因心成体。阿难，若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叶缕结，结其根源，显有体性，纵令虚空亦有名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性一切心而自无体，若汝直令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必为心者，
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尘事业，别有全性。如汝今者诚听我法，此则因生而有分别，纵灭一切见闻觉知，内守悠闲，犹为法尘分别影视。我非斥汝执为非心，但汝于心为细揣摩。若离前尘有分别性，即真汝心；若分别性离尘无体，斯则前尘分别影视。尘非常住，若变灭时，此心则同龟毛兔角，则如法身同于断灭，其谁修正无生法忍？即时阿难与诸大众默然自失。佛告阿难，世间一切诸修学人，现前虽成九次地定，不得漏尽成阿罗汉，皆由执此生死妄想，悟为真实。是故汝今虽得多闻，不成圣果。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而薄佛言：自我从佛发心出家，视佛威神，常自思维，吾老我修，将为如来会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待，失我本心，虽身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穷子舍父逃世，今日乃知虽有多闻，若不修行，语不闻等，如人说时，终不能保。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缠，良由不知极常心性，唯愿如来哀悯穷路，发妙明心，开我道眼。即时如来从胸万字涌出宝光，其光晃喻有百千色，十方为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贯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悬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见大法床，亦令十方一切众生或妙为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阿难，汝先达我见光明权，此权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权？汝将谁见？阿难言：由佛全体言福坛金，细如宝山清净所生，故有光明。我时眼观五轮指端，虚卧世人，故有全相。佛告阿难：如来今日实言告汝，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开悟。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于汝眼根立我权理，其意均否？阿难言：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立如来权，是意相类。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意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权必尽灭；彼无眼者，非见权无。所以者何？汝视于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主。以视一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阿难言：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唯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较量，曾无有异。阿难，若无眼人全见前黑，忽得眼光还于前尘，见种种色，明眼见者，彼暗中人全见前黑，忽获灯光，异于前尘，见种种色，应明灯见。若灯见者，灯能有见，自不明灯。又则灯观，何观汝视？是故当知，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
眼能显色，如是见性，是心非眼。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由即如来慈音宣示，合掌倾心，祝佛悲悔。尔时世尊梳兜罗绵网向光手，开五轮指，会斥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于鹿园中，为阿耨多罗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时焦陈那起立薄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客尘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势必处庄前途，不遑安住。若食主人自无忧往，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又如心计清扬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诸有尘相，尘执摇动，虚空即然。如是思维成即明空，摇动明尘，以摇动者名为尘意。佛言如是，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以复开，开以又屈，为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未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佛言：如是。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即时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又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汝头今日因何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唯汝头动，唯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汝观阿难头自动摇，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书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从始即终，念念生灭，遗失真性，颠倒形式，性心失真，任物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横首楞严经卷第一。